没关系，如果你想听，师父就告诉你。之前我被诊断出有喉癌，医生催我要我赶紧去完成手术，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，代价呢就是声带受损，之后再也无法从事跟配音相关的工作了。如果说我的声音没了，那麦大也就不存在了。师父，你疼吗？我给你治治吧。这你也会治？嗯，我小时候可皮了，我爸跟我说哪儿疼呢吹一吹就好，我帮你吹吹吧。是这儿吗？还是这儿？师父，有没有好一点？从没想过这个结果。这样说吧，这一切肯定管用。某些人与的相遇，原来命运很早就注定了你。无限循环这段回忆，每个故事都关于你。你像梦境降临的爱，算来算风阴了，无法阻挡的。你的眼神指引着我，悄然无声聚恨炙热，算来算那风阴了，那就决定了，请原谅我太过执着，只是爱你爱得太深刻。